还好啦，贴那个还好啦。没有白。对对对对。好，真的。这个稿子要修掉吗？哦，我们今天插的是创意的复合型，那个曲线设计，用很柔美的花材跟线条的花材来表现它的曲线的一个结构。那它蛮适合，因为现在年底到了，很多人都会喜庆宴客蛮多的，所以它比较浪漫，蛮适合婚礼的场合，或者是很温馨的节庆，那个也适合做会场布置。每一种花材，每一枝花长得都不一样。它都有它自己的那个特色啊。对，第一次。那觉得这那觉得很特殊的地方，这个很特殊的地方是插花的时候很快乐，过程很开心。所以说让同学可以学得一个花型的时候，可以应用在我们有效的场合里面，对。